子猴玩具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柚子猴玩具，我是你们的豆糖姐姐。今天芭比要在家里制作简单的午餐，我们一起去看看芭比做了什么吧。首先芭比打开冰箱，哇，好丰富的食材哟、哦、但是芭比很犹豫，我要做什么呢？芭比左看看食材，右看看食材，但是始终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芭比这时忽然想起了家里还剩有一盒日式豚骨拉面，于是芭比关上了冰箱门，走向了厨房。芭比打开了右下角的柜子，拿出了柜子里剩下的那盒日式豚骨拉面，再拿出了一个锅，将拆好的拉面放进去。哦，煤气没气了。没关系，芭比动了下小脑筋，打开了底下的蒸烤一体箱，我们让拉面进去蒸一会儿吧。好啦，我们的拉面熟啦。芭比打开箱门，把锅拿了出来，现在我们把锅端到饭桌上就可以啦。芭比把锅放到了桌上，我们还需要可以吃面用的叉子，于是芭比走去厨房拿叉子。芭比从厨房拿着叉子回来了，现在芭比终于可以开动啦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还记得芭比用蒸烤一体箱煮面时是用蒸的还是用烤的呢？感谢收看柚子猴玩具，要记得关注我们哟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